OK，那么刚才那首歌呢，其实很多人都知道，沈文程唱的《富坚歌》非常的出名，就是那首歌叫做《心事写郎在》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其实他唱刚刚的这首歌叫做《冷冷的心上人》，也是他的其中一首歌，华语歌。好，下来呢就为你安排这首，也是沈文程的成名曲《心事写郎在》。Thank you.
谢谢，谢谢啦。看到很多很多朋友的鼓励啊，谢谢谢谢。还有有一位朋友讲 ，Please sing more Mandarin song, don't sing the Nana song. Wait the Nana ghost come and look for you. OK， 如果他 look for me， 我要感恩了，真的。就是前唱了那么多年，前几次。前几天了，前几天突然间唱到这首歌，我在想到说，哎，怎么不是不可能说，因为我真的唱这首歌唱得很好听，不可能嘛？因为我出道再次的重出江湖的时候，我要想找一首歌比较特别一点的，比较冷门一点的，然后人家会记住江之峰这个名字。后来挑选才选到我的娜娜。前几天我才发觉到，哦，原来是娜娜在帮我。很多人。不知道，其实在泰国非常非常的出名，有一个鬼妻，她的名字叫做娜娜 ，OK， 所以就是从前几天起，我就开始我说 OK， next time if I sing Nana， I have to pray first， 不是怕，是要感恩啊，对不对？感恩啊，娜娜真的帮了我，那啊有机会呢，可以到曼谷去拜拜啊，买多几件衣服给她一下。